李佳琦，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有西门这样优秀但是危险的人追求你，你会欣然接受吗？我现实生活中没有遇过这么优秀的人，然后危险吧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不会看人，所以我一般会求助于我的朋友，是吧，月月，是吧，东西。你说的是你在这个角色里没有遇到过这么优秀的人，我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遇到也没过，有遇到过。对啊，我觉得小优命太好了。那你现在遇到了，怎么样呢？这还好吧，你没那么危险吗？西门对于他这种怦然心动的，这辈子第一次遇到您这样的人的感受，你又是作何回馈呢？谢谢。就客气，特别感谢，就是很荣幸，很荣幸。对于一位女士，在这么多的人现场，这么多直播在线人收看的面前，对你的深情的告白，拒绝你对小优只想说两个字，就是谢感谢。谢。好，我们也谢谢西门，好吧？实力，凭自己的实力单身走下去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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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们感情很好的。非常好，在演戏的过程当中，是在这部剧才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一开始会有一些许的尴尬吗？其实还好吧，我们一开始相，哎，有吗？我觉得挺尴尬的。是吗？那好吧，没有尴没尬有，吧。但是熟的也挺快的，一两顿饭的事儿，对吧？没有什么事儿是一两顿饭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的话，再吃就一两三四顿，顿。是不是？接下来这个问题显得很奇怪了。